生来了一破又一破，一瓶除了充当抗疫顾问之余，必要时也兼任联络站和免费导游。他和金钻总是一块儿出去，前天两人租单车出游，游览岛上的名胜，下雨天便待在屋里听唱片玩扑克牌，聆听雨点打在脸庞上，扑嗒扑嗒像无数的小钟摆，也自有另一种乐趣。就这样，他们累积着点滴，饭桌上四目交投，互餐着走一段划脚的时间，一平替他拔去裤脚上的草刺。尽管跟母亲的一席话在一平的内心投下了阴影，事情似乎按照他自身的规律进展，显然他和金钻的出双入对，使得周遭的人理所当然地将他们视作一对情侣。周遭的人越是将他们视作一对情侣，他们在人前越是表现得像一对情侣，而且越来越自然，越不拘小节了。一平发觉他越来越不想放手了，所有从前在电影上看过的或者歌词里听过的本来他认为与他无缘的词语，比如两情相悦、心心相印、花前月下，现在他听着像是跟自己有关，所有从前他只能羡慕，从未想过自己有天也能享有的，比如有个女子跟他昵称相称，头挨在他肩上向他撒娇或发个小脾气，在他皱眉头时问他你在想什么。所有这些他现在不断享有，而且心安理得视为他的专利。转眼暑假过去了大半，马上就要面临分离了，一平觉得是时候表白心意了。某个皓月当空的夜晚，手拉手走沙滩，沙上的两行足印都已经好长了，一平才终于说，你说开学之后我们还会见面吗？他想只要对方不是一口回绝，他便还有希望，但他得到的回答不是他想象中的。我在想，也许我差不多该走了，金钻说。这是一平最不想听到的话。你强笑笑说，不是说等姑丈回来吗？我想明天走。
为了表示是说笑，他笑着说，金钻却没有笑，低头剃着乱沙，根深蒂固的教养使一平不欲强人所难，但他不能忍受金钻在这时候说要走的话，尤其当他感觉他对自己不是无意，只是某种外界因素使他却步。什么你都可以跟我说，你知道的是不是？等了一会没有回应，他就说，是不是妈妈跟你说过什么？没有，怎么会？舅母待我很好，舅叔舅婶都待我很好，这里给我的是我在自己家都得不到的，这可是一点都不假。那为什么急着走？反正迟早要走啊。忽然一平觉得他懂了，是因为在这里待下去他会太过留恋，不习惯这种感觉的他害怕起来了。这么一想，他更不想让他走了。